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明的，欢迎来到一月一期的绿色奇迹时间。台湾韭菜田又肥又美，这个月又看到好几款广告游戏，看来这波暑假厂商的荷包又能过得很充实了。那我们就来看看本次的营收吧。
实有些垃圾啊，看起来下滑很快，但很多用户都是去走官方的直储管道，尤其那种花几十几百万的大佬都会用，毕竟回馈力度相对比较好，然后就会成为他们的韭菜名单，有新的答辩就会线上推荐。当然，有钱怎么花，开心就好，你我都管不着，继续笑看乐子才是人生趣事啊！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明德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